问你，如果离了婚的话，要房子还是要孩子呢？房子孩子，我肯定要房子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深圳一套房子这么贵？我凭什么留给他这个建议？房子，那就要房子吧。要孩子啊，要孩子，我是要孩子的。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中国没人做，我要做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我是一个很好的 stable， 我去内地发展还有有一定的成果出来，那我年纪还很轻，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可以决定了一些命运，学校里面可能是校长，明星好像风光，那都有人出钱给他，那谁出钱呢？哦，老闆出钱的，我妈咪即走了之后，其实我很痛苦，我跌落了人生我最难过的一个低谷，我每天都要解决一个生死问题。如果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我应该可以将悲愤化为力量。你问你自己，在香港或者你自己，你看不看到这条路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内地现在充满机会和可能性，只是待你发现。可能生活上有很多不习惯的事情，但是回报是非常可观的，值得你冒风险去尝试的。如果你连试都不敢，你不会做得到。我第一次入到去是体验到什么叫家徒四壁，哇，我就第一次是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生活状态。那时候很小，11岁。咁由一開始最簡單嘅，真係收廢品啊，執垃圾、買文具、買班服，喺學校所有可以揾錢嘅方式，我哋都去做。我覺得一定任何嘅公益慈善團體，佢應該有自己獨立運營嘅能力，咁樣先至可以保持獨立性，啊，先有更大嘅空間，去做自己想做嘅嗰啲。對社會有幫助的一些活動，包括在內地呢，我都有很多讀書不太適應的地方，因為香港比較自由和提倡批判性教育，一開始我們跟老師抗爭討論辯論，天天就為了戰勝的老師，那沒有說是對定錯的，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而已，你要親自去看一看，去見一見，人家講得再多都不及你去親自去看一下、見一下、去感受一下。